好，给大家完完整整的拉一下我们这个三米的渔网啊。好，可以看一下这个渔网的话是那个加重的渔网啊，六斤啊。看一下这个坠子，来，完完整整的拉。这边来挂钩啊，从那、这个地方脱钩器啊，脱钩器从这里挂进去，然后调整好方向走就可以了。来，就这样走就可以了。下网的话是没有声音哦，可以看一下啊。哇，三米的网一个人有点不太好下啊。看一下这个出网的速度啊。OK， 现在这个渔网啊，你看一下，基本上一分多钟就可以把这个三米的渔网给下完。拉完之后，我们遥控器上一键解钩啊。可以看一下啊，就这款船啊，有喜欢的老铁啊，左下角小黄车可以直接购买。